完美严守，秋晚会中谁是谁和功成名就，风景云游又如何。大雨淅沥沥淋得我心惊悚，喝杯酒唱首歌，花风呼噜噜吹走烦恼忧愁，一杯酒一场梦。大雨淅沥沥淋得我心惊，好酒量，再嚟正堂。估唔到皇上身边嘅大红人，魏公公都粉墨登场啊！系啊。他是戲班總管嚟噶嘛，梗係要親力親為啦。唐靖，孔堂之上不得喧譁。小鬼子，今日演咩戲目啊？回皇上，奴才而家係南俠展超，並非小鬼子啊。盲俠展超啊？咁包大人呢？包大人今日審咩案啊？啟禀皇上。奴才多隆呢今日就扮演公孙策，今日包大人呢就打算夜审郭淮。哦，郭淮我识佢啊，大奸臣嚟噶嘛，边个演呢个角色啊？肃静肃静肃静！我包拯镇恶如仇，公正严明，所以所有人都要服我。上至天庭，下至阴曹地府，无论佢满天神佛好，牛鬼蛇神好，全部都归我所管嘅。哎，个大奸臣郭淮咧喺边处？押佢过嚟，等我好好地审下佢。我要问下佢点解咁冇良心，点解抛弃秦香莲？吓，点解要狸猫换太子？点解要夜审乌盘？哎，呢个系郭淮啊，唔系陈世美啊。咁傳陳世美上嚟咯，講錯咗啦，唔係陳世美，係郭淮啊，唔係陳世美啊，大奸臣郭淮，傳大奸臣郭淮，郭淮呢就唔使傳嘅，點解？因為佢已經坐喺殿上啦，係咩？嗱哈，嗱哈。切个局嚟装我，皇上，你赐我个酒系咪有毒？系又点？唔系又点啊？我神功盖世，
区区独奏，又点可以伤我？今日你有心装我，我就要同你拼过。得吗，皇上？胡家，胡家。对你不义，今日我要取你性命。走啦，皇上！天的旨。穿山龙爪手。你在做乜嘢？哎呀，太后冲凉啊，小太啊，小太子啊，帮太后坐暖啲水啦。废话，走。走。我叫你走，你做咩唔走啊？咁小鬼子都要斩咗字咁走噶。老伯，你好大胆啊，竟然出入慈宁宫。我唔理你系咩宫，总之你哋爱新觉罗是对我唔住嘅。我今日就要大开杀戒，杀！嚟啊！好声冷亲我太后。咦，得个膊头嘅。透明成咁，着咗等于冇着。呢件点啊？唔想我出水啊？你咪出声，我乖乖地坐喺度啦。皇上，喂，系皇上，小桂枝呢？小桂枝用调虎离山之计引开咗鳌拜，唉，佢呢次凶多吉少啦，真系嗱，能够一个杀身成仁、舍身取义嘅人，你话几伟大呢？你话唔会嘅，小桂枝功夫咁了得，唔会有事嘅。咁啊，除非剑超上身啦。
冇人中咗我九支擒龙钉，仲可以喐嘅。小桂子，过嚟啦！我同你讲过，如果你够胆再装我冲凉嘅话，就挖咗你双眼出嚟。讲，你见到啲乜嘢？你都讲啦，都第二次装落，有咩好睇啫？仲杀咗你！听住啊！我保守呢个秘密，知道未？得，太后嘅身材，我攞多支白里透红，只有小桂子知。我系讲点样制服鳌拜啊？一样啊，都系得小桂子。小桂子，冇人中咗我九支擒蛇钉之后仲可以喐嘅。太后咧？里边。皇上，你唔使担心啦，我冇事，多得小桂子神功盖顶，制服咗鳌拜呢个奸贼。皇上。你一定要好好咁赏赐佢啊！哎呀，贵公公你真系展超上身啊！如果唔系，点会连满洲第一勇士鳌拜都摆喺你手上啊？少年出英雄，令我五体投地，赞叹莫名啊！乜说话？紫禁城是我家，宫中大小事情，小桂子都只当尽力而为。皇上，我讲得有冇错？做得有冇啱啊？啊，小桂子啱，你立下功劳，立下大功，多隆，即刻带御林军。将你个反贼押入天牢。走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鳌拜大逆不道，持刀入宫，竟胆向朕行凶。幸得祖先保佑，小桂子奋勇抗敌，先可以将佢捉住。如今如何善后反贼？你哋有何意见？鳌拜行刺皇上，神德保护不周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唉，多隆，如今已经事过境迁，行刺之事亦都不必向外宣扬，免至宫里宫外老百姓为朕担心。皇上英明，微臣不敢胡言乱语，就算系讲啊，都系讲小桂子公公点样英勇抗贼咧。冇错，今次如果唔系小桂子嘅话，呢只大奸，这个大恶贼。遲早都會謀反，小桂子，你今次立下大功。唔係㗎，呢啲完全係皇上嘅福氣。奴才只不過係小人一個，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耳朵，小事一宗，豈敢居功？好，夠謙虛。啟禀皇上，鳌拜黨羽眾多，理應一網成擒，免至後患。皇上，微臣得到嘅消息咧，鳌拜佢除咗貪污得翻嚟嘅金銀財帛之外，仲收藏咗一啲不为外人道嘅秘密啊！咁就容易啦，朕今日起就升小桂子为总管大太监，由佢掌管御膳房，亦都由佢抄鳌拜噶。御前侍卫总管多隆由你去协助，一切嘅决定任由小桂子作主。我兴奋到想流眼泪啊！谢皇上恩典，奴才定必尽力而为，砰砰声将皇上件事办得妥妥当当，鳌拜屋企抄得干干净净。好，至于鳌拜嘅党羽，你先将佢哋压下。小桂子，你要抄鳌拜家之前，先去天牢睇下佢仲有咩好讲。遵你噶，遵旨。你哋可以退朝。谢皇上。贵公公咧，今次皇上明益你嘅，叫你抄家只袋子嚟个袋啊，执到招签啊，算好咩？系咁依咯，系咁依又到喉唔到肺啊，人哋啊，唔好太狼。皇上，你个贼种，老子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汗马功劳，同你阿爷。同你阿爹打下呢个大好江山，你居然揾人害我，我就算死咗做鬼都唔会放过你。句句喺度闹皇帝仔，你哋有冇人阻止佢噶？鳌拜天生神力，系个危险人物嚟噶，我哋就冇人够胆去阻止佢啦。我哋嘅天牢稳唔稳阵噶？非常稳阵噶。有咩木做啊？用2000年嘅长白山花梨木做噶。点解唔用柳州木噶？柳州木木纹靓，木底坚韧而带有香味，犯人唔容易逃走喎。只有用花梨木先至可以衬托出大清帝国嘅气势。咁啊，话晒都大内天牢啊，嗬。不过
都是以前的事嚟啦。而家咧都是採用全新的開放式。開放式天牢咩意思啊？就是將設計改成跟犯人對話那種啊！阿梅啊！邊個光榮嘅任務交俾你啦？你葉大生，你想唔想抄埋呢家啊？狗杂种，你嚟定啱啦！我恨不得劏咗你，剪你嘅皮，拆你嘅骨，将你撕开一块块去喂狗。喂嗱，我都系受人以分析，落嚟同你倾下偈嘅啫，唔好咁冲动啊！我揾啖苦饭就下嘅啫，况且。我都不是人敢品的，江湖上人稱水上小白龍的就是我了，在水中連游三日三夜，氣都不喘，生成魚蝦蟹，面不改容的韋小寶。況且要害你那個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你這個韋小寶，出賣你下三流的手段來害我。我是用化屍品審你，但我叫人搓這麼大粒鯪魚球來醒你的。猜有粒鯪魚球啫嚇，夠膽就叫個九皇帝嚟殺中我！皇上冇打算殺你噃，皇上話呢度環境清幽，鳥語花香，270度無敵海景，每日12時辰保安，又有學堂、銀行、購物市集、大型娛樂中心，娛樂中心設施包括有翻攤、排狗、天狗，應有盡有，月供1000多元起，真係有户籍嘅都可以做屋主啊！你又好啦，可以住喺度，我都唔知幾狠。點啊？做乜要同皇上講啊？我哋趕我走啦！唔好無啦啦鬧皇上啊！好嘢啊！呢只仔，冇人做咗九支琴紅釘都可以喐嘅。皇上吩咐奴才，奴才一定砰砰聲做到。皇上冇話殺你啊！佢呢度鳥語花香，270度無敵海景，每日12個時辰都有保安，附近有學堂、銀號同大型娛樂中心，娛樂中心基本設施有翻單排九天狗，月租只係1000多元起咋，所以講得話有户籍都可以做屋主啊！好熟啊！呢幾句嘢，貴公公，自從你勇擒惡霸之後咧，一股貴公公小旋風直卷紫禁城，紫禁城中你人氣急升，哎呀，朝中上下個個都要嚟學習榜樣，我係只不過學你少少皮毛啫。唉，賺到我天上有地下無啊！我而家直線都行不到兩邊，我不過讚兩句冇用啊，又唔飽嘅。所以我咪帶一啲手攜禮物嘅同僚嚟同你祝賀咯。咁客氣啊，禮到咪得咯，人唔使嚟啊。貴公公，傲霸呢只大奸賊，佢獨攬大權，排斥異己，相信大家受佢氣都受唔少啦。我實在係忍無可忍，先至將佢一夜打沉嘅啫。真係大快人心啊！小意思啫，少少意思咋？係睇睇小意思咩嚟嘅啫？只不過金銀珠寶、銀票、玉石嗰啲咁嘅身外物。唉，嚇得我啊！金銀珠寶、銀票、玉石啫，係嘛？身外物我唔拘要，太貴重我唔收噶。啲身外物等一邊咧。啊，是但啦，身外物就試下揾個角落頭擺埋一邊啦。幾位官哥哥，你哋咁錫小貴子，咁樣啦，小貴子就親自下廚炒幾味愛心小菜，我哋摸下酒杯底啦。朝中上下個個都盛讚貴公公你係少年英雄，有仁者之風。今日得見真係名不虛傳啊！加入咗紫禁城嘅大家庭，我好開心啊！貴公公，奴才在。建寧公主體貼，知道小貴子立咗大功，所以請你過去坤寧宮同你慶祝。咁客氣啊！仲諗住同你猜兩拳飲兩杯添。哎呀！公主同你慶功咧，無上光榮，我啲等你開心啦。嗱，呢餐擲日，擲日啦，冇計，走啦。哇！咁多蠟燭，咁好氣氛嘅，同我慶功定係同我預祝生日先？慶祝又好，預祝生日又好。今晚坤寧宮，無論如何都要留俾我哋呢位為朝廷立下大功嘅新英雄。
你都知道我搞定咗一隻大龜蛋啊？咁梗係啦，全皇宮上下有邊個唔知呢件事啊？新一雄，乾杯！今晚我要你再做多次英雄。我好攰。咁就做个好攰嘅英雄咯。我眼瞓。咁就做个又攰又眼瞓嘅英雄咯。好挂住小金鱼。咁就做个又攰又眼瞓又挂住小。小乜嘢啊？小公主。乖，小桂子。哎。布布。小桂子。見到條草就等於見到我。林二字就係四方，我等你啊。好啊，我哋翻嚟即刻生仔，我哋一定可以白頭到老。天寒地冻，夜妈妈企喺度食风，系人系鬼啊？唔通系自压？企喺度。救命啊！我唔系做官噶，我叫韦小宝啊！我唔系做官噶，我住喺扬州啊！我唔系做官噶。你扣咗三个头啦，起身啦！大侠，你贵姓？
我叫胡德帝。头先你扣咗三个头，可以叫我做师傅。大侠你发烧啊？唔好胡闹！胡端端要人哋做你徒弟，唔系你有病就我有病啦。我奉咗陈近南总舵主之命收你为徒，我代佢做你师傅。平生不见陈近南，便称英雄也枉然嘅天地会总。呢度耳目众多，入去先倾。唔使。如果有人喺我三丈之内，我都会知道。我可唔可以唔做你徒弟啊？唔得。陈总舵主交代落嘅事，我一定要办妥。何况你已经扣过头，唔可以反悔。黐线！陈总舵主话：韦小宝虽然一无是处，但系有个好处。系？佢真系赞我？陈总舵主话你最讲义气，为咗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为咗道义可以赴汤蹈火。原来佢睇错人。冇，佢绝对冇睇错。反清复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凡是汉人都应该义无反悔。我义无反悔，你讲不讲义气？一定讲。好，不过现在不方便带你回总舵办入会仪式，日后同你补办。没问题，补不补都不是问题。我韦小宝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三样东西：义气、义气和义气。小宝，一切小心，后会有期。师傅，笑得不顺口的。贵公公今日嘅精神特别好，系咪皇上又有咩好差事？皇上派我去抄鳌拜阁，咁算唔算好差事啊？当然算啦。咁系咪应该执得企你啲唔得？应该嘅。唔会太靓我嚟噶。唔会，恰到好处。红而不骄咁啊！红而不骄。唔该大人，大公公出得发未啊？佢行咗，我啊想有几句同你讲嘅。好啊。嗯，坐。点啫，贵公公啊，我觉得同你好有缘。系啊，我又系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嗰只咯。系啦，咁我同你又咁粗，你同你咁粗。我啊眼大大，你又眼大大咧。我又唇红齿白，你又唇红齿白。我两个鼻窿，你又两个鼻窿。我两耳兜风，你又两耳兜风。你话孖生嘅，我都有啊。我肚腩大，我系腩胀啊。邓翻云想讲咩啊？哦，咁上趟咧捉鳌拜嘅时候，我哋大家出生入死啊嘛。今次啱啱就刚刚刚刚遇到咁巧，皇上叫我哋一齐办大事噃。咁仲等咩啊？结拜咯！好啊！嗱，我年纪大，委屈下你，我做契哥，你做契弟啦。唔好讲委屈，能够做多大人嘅契弟，实在系小贵子几生收到，挂得知我先两日求到支上上签，原来可以做你契弟，好开心！弟子多隆，今日同贵小宝结义金兰，今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水同搲啊！不论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低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如果唔讲义气，天诛地灭，一世都冇出头。弟子小桂子今日同多隆大哥结义金兰，虽然唔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若然小桂子不讲义气，就小桂子天诛地灭，小桂子打落十八层地狱，小桂子不得好死。小桂子唔系韦小宝。我吓冇嘢，出发，搵水。信秋月无边归我思娇嘅情绪好比度日，如年虽则个唔系玉，树林风萧洒的躺，但我有广阔嘅胸襟加强劲嘅臂弯。岂有此理！哈！鳌拜嗰个死奸狗啊，比华生好似仲狼啊！手法翻嚟嘅文之文高，比我想象中多一倍都唔止。正所谓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啊嘛，估唔到佢竟然会喜我哋大清美住。讲，佢掠埋掠埋掠咗几多水？总共550,000,418两。点报？点报啊？我问你点报啊？我老实咗。咁嗱，我认为咧，将5,000个5字咧减两栋，咁样你变咗个3,000啦。咁我哋一人有1,200啦。喂，改个千位数，不如改个十位数咯。有冇搞错啊？咁啊，褪落嚟，哇，一打到褪啫嘛。我唔系话改呢个十啊，我话改呢个十啊，将50去咗呢两栋，咪变30咯。每人袋10,000,000喎。咁啊，唔争在向上移啦，将个8位个5字又减两栋，我哋咪多成80,000,000咯。减得两栋，不如减多个2划啦，每人袋200,000,000啊。重唔重手啲啊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啱唔啱啊？啱。富贵险中求，对唔对啊？对啊。出嚟揾啖苦饭入下啫，使乜惊啊？使乜惊啫？
還掂最尾都係你簽字作實啫嘛。唔係你簽嘅喎。我都唔識字嘅，簽咩字啊？你哇咁班女女又點報啊？咁即刻我受用啦，唔通你咩？你唔好忘記你係公公嚟噶嘛。翻去同我揼下骨都得嘅啫，係嘛？咁啊唔該喎，你揀幾個咯？呢個唔係啊嘛？唔要啊！啟禀貴公公，我哋啱啱發現一條秘道通往一間密室噶。密室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哇！乜家伙嚟嘅呢冚？呢啲咪西洋火槍嗎？我知啦，可以將任何嘢轟出個大窟窿嘅火氣嘛！哇！呢只嘢真係砰砰聲啊！使唔使登記啊？唔使登記啦。多謝，喂，多大哥，嚇，你都揾樣嘢玩下。好啊，冇乜嘢嘅啫喎，真係。有啊，生果刀一把，你要唔要啊？即係我又食生果，唔使鋸大樹，睇下放住睇好。仔細細劍氣凌厲喎！喂，冇嘢嘛？呢把削鐵如泥嘅匕首咩名堂啊，大佬？咁大佬又知喎，不過冇理由，呢個登記冇理由要嘅。嘿，燒落靴筒，第一嚟切生果。咁係你靴筒定係我靴筒啊？哎呀，一世人兩兄弟，有錢兩蚊仔，有佢兩蚊仔，冇雞啦，燒俾你靴筒啦，嚟。多謝。呢件筍嘢咯，名叫金絲寶甲，輕如無物，猶如絲軟如面，著咗上身啊，哇！直情冬暖夏涼，刀槍不入，係防身要品啊！喂，唔起毛粒添啊！呢只料我睇，我打打，好啱你身啊，衰嘢！唔好啊！唔係你玩嘅啲嘢，冇唔好啊！真係玩啊！玩啊！刀槍不入啊！冇唱不入啦，都話你，你唔信我不信我敗啊！信我不信我敗啊！射二槍，多大哥，多大哥，你冇嘢嘛？冇事，好正啊！好正，金絲寶甲啊！咁正數俾你啦！哎呀，我嚟擋彈嘅唔真在，送埋俾你啦，係咪啊？啊，真係高人膽大啊，貴兄弟你又準成喎，得幾馬半多嘢啫嘛，砰，射到正喎！哈！嗰件背心啊，有時唔中個人喎，真係。今日大收穫啊！煎釀三寶，火槍、刀仔、金絲甲不特止，仲要俾我立埋。海公公同太后打生打死都要爭嘅42章經發達啦！见胡大哥，好，你哋好，好耐冇见啦吓。胡大哥，我哋估唔到你话嚟就嚟，如果唔系，我哋几兄弟一定会到城外恭迎胡大哥嚟嘅。诶，风兄，唔使咁客气，我哋做嘅嘢系同朝廷作对啊。呢度京城重地，我哋唔可以太嚣张，何况我中意独来独往。胡大哥讲得好啱啊！听讲京城发生咗一件大事。我同陳舵主喺江南都聽到呢件事傳得好犀利，陳舵主要翻去台灣向王爺述职，我同佢分頭行事，我就係為咗呢件事嘅最新發展專程趕翻嚟。京城範圍，紫禁城內外最叻打聽消息嘅，非錢老闆莫屬。錢老闆，你嚟向胡大哥報告一下啦。胡大哥你好，錢老闆你好，聽講你嘅肉食生意做得唔錯喎。做生意只是为了掩饰身份方便的，我大明前朝被满洲塔子强占，凡是有血气的汉人无比希望早日复国，驱除塔子还我河山。好，钱老板，如果人人都好像你这样，我们反清复明的义举就有希望。满洲塔子入关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而当年大兵做出这些恶行的，就是俄败这个狗贼。经过咁多年，可以话塔子嘅主要兵权全部掌握喺鳌拜手上，可能系天助我哋。近日嚟喺禁宫之内，居然传出佢哋狗咬狗骨嘅消息。鳌拜嘅老巢竟然俾满洲小皇帝困喺天牢之内。哦，你讲嘅系真嘅？我做嘅生意系专门供应肉食俾宫内御膳房，呢两日打听翻嚟嘅消息系千真万确嘅。鳌拜称为满洲第一勇士。宫中应该冇咩人可以将佢捉得住喎。
呢一点我喺街市度都打听得到。宫中嘅消息喺街市都打听得到？喺京城里面根本就冇可能有咩秘密，更何况宫为秘事，啲老百姓最中意打听，当中有真有假，以讹传讹，所以我哋都得到唔少嘅消息来源。京城中人多口杂，以后我哋天地会办事更加要小心啲。请胡大哥放心，我哋天地会一班义士手足，有乔装易容，又隐藏身份，行事已经好小心噶啦。究竟咩人可以捉得住呢个鳌拜？睇嚟呢个人都唔简单噶喎。听讲系一个小太监嚟。小太监？冇错，呢个小太监叫小桂子，而家红满京城。小桂子。喂，小姨啊，快啲攞出嚟，快啲啊！我入官城噶，快啲啊！哼，呢度啲官都唔知点办事嘅，少少嘢，手续一大堆，烦死人啦！都系我哋云南嘅官员爽快，我察觉得呢个天之脚下嘅所谓京城，都不外如此啫。所以我情愿带你做狗系要打，但系打狗都要睇下主人。师傅，我哋使唔使教训下佢哋？京城耳目众多，小王爷同小郡主未嚟到。我哋暂时唔好轻举妄动。各位大爷，买药啊！呢种金疮药好有效嘅，专医刀伤剑伤嘅。走啊走啊！我哋又冇受伤，买药做咩啊？诶，大爷，你哋出嚟行走江湖嘅，刀伤剑伤在所难免嘅，买啲药。走啊！大爷，我都叫你哋买啲金疮药噶啦。你唔好走啊！入翻嚟我哋算账啊！呢位前辈，估唔到真人不露相，专家出手惩戒呢班不知天高地厚嘅狗官，真系大快人心啊！唔敢当，唔敢当。昨日只系区区一个卖药郎中，头先嗰班人唔知撞咗咩邪，无端端自己人打自己人啫。前辈，唔嫌弃嘅，请过嚟饮杯酒。点好意思啊？请，请。好，请请好，请坐。好，前辈请用。佢哋系我嘅小徒刘一舟、方怡，云南九贼人人得而诛之。嚟，饮杯，饮杯。呢个云南九贼恐怕唔系指头先嗰班三脚猫，而系另有所指啩？冇错，系的确另有其人。不过呢个人同老夫嘅姓氏一样，真系有辱门楣啊！仲未请教专家高姓大名，在下战星吴明立身。哦，原来系大名鼎鼎嘅摇头狮子吴立身，失敬失敬。在下徐天川，头先喺吴大侠面前班门弄斧，真系失礼晒。唔怪得你出手咁快啦，原来呢就系八臂猿猴徐天川。嚟，饮杯。呢个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杀我汉人，无不痛恨。有志之士都想起义推翻太子皇帝。扶持洪武皇帝的子孙重登龙庭，冇错冇错。皇上在缅甸雁驾归天，只留下一个小太子，他是个聪明睿智的英主，目前正在深山里面隐居。不过我听讲真命天子的子孙是在台湾。我们的小皇帝几时去了台湾？我讲的是龙武皇帝的子孙，不是贵王的子孙。徐大侠，你是英雄豪杰，我们非常佩服，但系对天下大事，你老兄嘅见识就差啦。崇祯天子驾崩，由我永历天子继承皇位。永历天子殉国之后，自然由翻佢嘅子孙归王继位啦。我哋穆王府嘅人对前朝天子系忠心耿耿。诶，你穆王府封归王，我哋天地会以唐王为正统，有咩错？梗系有错啦，徐老兄，唔通你真系执迷不悟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告辞。你咪住，唐王贵王边个系正统，对我哋嚟讲非常重要。你今日唔讲清楚嘅，唔使支走。估唔到穆王夫人咁蛮不讲理，我八臂猿猴偏偏唔怕你人多虾人少。嚟啊！
算啦，我哋今次嚟京城有更加重要嘅嘢做。而家小王爷同小郡主就快会嚟到，走啦！敖伯呢个大奸龟真系人缘差，连文武百官都上奏写佢三条大罪。睇佢个相就知啦，棋子眼翅勾鼻鋤嘴嘴葵扇耳头尖额窄灯心颈，呢啲人唔系死直就乞食，一生冇朋友，点会有人缘呢？讲得好。喂，你去抄佢家嘅时候有咩收获啊？多隆大人点算过啦？佢一共贪污咗公款共13563666两，全部充公晒入库房。咁大贪过我哋啲朝廷税官？点止啊！仲有一大堆金银珠宝、古董玉器都俾我立晒入库房。小鬼子，你今次立下大功，想朕赐你啲乜嘢？小宝咩都唔敢要。唔敢要？唔敢要。唔想要？唔想要。算数。咁要少少啊？睇下你啊！朕即刻封你为总领太监，计宫中分级已经系六品咸头。六品咸头啊！谢主隆恩。满唔满意啊？劲满意啊！你知唔知由一个小太监做到上嚟呢个位置，起码要挨十年八年噶？奴才唔知道，奴才净系知道我以前好羡慕啲七品芝麻官，而家皇上一夜谷到我上六品，我真开心到砰砰声啊！我五品又好，六品又好，做人做官既紧要有品。皇上嘅只字偏言，小宝已经入晒脑啦。以后每晚临瞓之前，我会将佢呕翻晒出嚟，逐只逐只字当佢宵夜咁嗒清楚。皇上放心啊！咁乖就送埋个敖伯父俾你啦。谢主隆恩。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有一点草。如果你感到寂寞，我带给你热闹，为你绕一绕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却可以让你微笑。其实我很烦恼，只是你看不到。如果我也不开心，怕你转身就逃。爱上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伤心。这世界多么美好，对每个人都说还好。我的心，我的情，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爱我，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，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